我叫李云龙，我来自海军海上防险救生第一支队，我正在伊朗基斯岛国际军事竞赛2019深海项目训练现场，在此向祖国和人民问好。我叫张春正，我来自海军海上防险救生第一支队，很高兴代表祖国参加国际军事竞赛2019深海项目，我是深海蛟龙，定当不辱使命，向祖国致敬。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，我在俄罗斯祝我们的军队越来越强大，祝祖国的明天越来越美好。在建军92周年之际，我作为一名海军军人，我在俄罗斯梁赞州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蒸蒸日上，繁荣富强。八一扎西德利，祝全体战友八一节快乐，祝大家八一节快乐。海上东路三三队在加练宁格勒，祝战友们八一快乐。